講咧，全世界依家一個亂字咯。其實咁啊，我最簡單講，依家嗰個情況咧，我嘅形容詞咧係會比起雷曼年代更差咯。其實講緊就嚇，甚至乎係我可能我職業生涯裏邊最差嘅一個時間啦。其實啊，我都幾廿歲噶啦，即係作為一個阿伯咁同你講呢番説話啦。其實啊，點解咁講咧？因為其實講緊，如果你真係諗翻咧，其實就算 even 七十年代嘅一個嘅股市咁樣，當其時其實講緊係滯漲，咁其實講緊係呢個嘅即係兩伊戰爭咁樣，但係其實都係屈咗喺呢個伊拉克嗰邊啫嘛。其實嚇，咁油方面嚟講，沙特嗰啲都出到咁樣，咁其實講緊嗰陣時通脹係高嘅，其實咁但係調翻轉頭咧，嗰陣時就即係我哋香港冇咁大件事，冇咁多問題喺度。嗰陣時淨係講緊七三股災之後，大家股本賠完咁樣，咁約七三股災嘅時候，即係升到離曬譜啦。其實咁跌翻落嚟啊，跌剩一成都唔夠咁樣嚇，咁跟住講緊就橫行咗十幾年咧。其實去到我冇記錯，好似成八四八五年先，其實講緊突破翻九三年，所以七三年個高位嘅。其實講緊就嚇，咁但係無論如何啦，金轉方面嚟講咧，就全世界因為其實跟住講緊燒埋我哋嗰沓貨，我哋其實講緊都本身嚟講唔可以獨善其身啊嘛，咁變咗即係講緊咪影響到我哋港股啦。咁港股方面嚟講，我之前講到啦，一萬五千點啦，咁呢個其實講緊就本身八點五倍 P。依度啦，其實如果預測 P/E 嘅話，咁其實講緊咧就即係嚇，老實講，今日都穿埋一萬五千五啦。其實講話即係到啊，即係話咁容易。不過我唔想再估落去，因為再估落去，我相信大家好傷心。但係調翻轉頭咧，另一個密集區就喺一萬三千點附近咁樣，咁嗰個係另一個密集區咁樣嚇。咁其實講緊就大家如果有貨嘅話，都有定心理準備啦。其實講緊就即係問一問自己，到底啲貨。第一啦，其實講緊就本身收唔收得嘅，忍唔忍得嘅，等唔等錢用嘅短期嚇。咁如果短期等錢用，又要講緊就要套現嘅話，咁其實講緊就要諗一諗辦法。其實講緊就可能趁反彈，或者講緊可能係即係好似之前如果走咗，當然最好啦。咁但係講緊就如果仲未走嘅話咧，咁都要諗一諗辦法，可能會唔會趁反彈嘅時候走緊啲咧咁樣。咁呢個係大家諗嘅問題啦。咁調翻轉頭啦，咁其實講緊就本身如果係唔係好等用嘅咁樣，咁另外一個問題大家要諗翻啦。咁其實依家手上邊啲貨，未來方面嚟講，如果個經濟話本身嚟講咧，個世界真係好翻啲嘅時候，因為即係唔好介意，即係好老土咁講啦。股市唔係升就跌嘅啦，咁樣咁可能大家跟住掟好多雞蛋啊、爛菜啊、爛番茄啊嗰啲掟過嚟啦，咁啊個個都知啦。其實咁，但係個問題其實依家就係跌緊個時刻嘛。其實嚇，咁所以變咗嚟講咧，未來方面咁跌完就升嘅啦，升完就跌嘅啦。其實咁即係逐啲講句，人生有幾多個熊市咧？其實咁當然啦，即係把握得到，其實講緊就創造富豪嘅。咁啊講緊就李生嗰啲，全部都係呢啲時間咧，趁低吸納。咁其實講緊就本身佢六七年股災，六七年暴動嘅時候，趁低吸納埋地咁樣，咁造就咗七二年上市啦。呢啲咁激勵嘅故事，咁我對呢排講多咗好多嚇。咁但係講緊的而且確，好多即係講緊有錢家族都係有啲咁樣嘅傳統，有啲會用個租金去計啦，計翻幾多釐啦嚇。例如講緊你希慎嘅利氏家族啦，咁佢都會用呢個嘅租金去計翻到底幾多釐回報，咁佢哋值得。放緊係趁低吸納買地咁樣嚇，呢個銅鑼灣大地主嚇。咁其實類似情況方面嚟講，好多啲咁嘅家族，即係其實富豪家族都有做嘅。咁所以變咗嚟講咧，大家唔好咁傷心住，即係其實講緊係即係未來方面嚟講，波決雲軌問題多，咁呢啲其實一定係㗎啦。咁其實大家都知㗎啦，其實嚇。咁只不過問題總有停嘅一日嘅，咁只不過問題停係咪呢刻停咧，定係講緊幾時停咧咁樣？咁暫時嚟講，其實呢刻應該未停啦。其實咁講緊就稍微好少少嘅消息都唔係冇嘅，例如頭先講到今日經濟數據啦，上個禮拜五方面嚟講就美聯儲咁啊講緊有聯儲局線人之稱啊，維爾格日報嘅其實嚇，就唔係嗰個記者，因為其實嗰個記者成日換嘅，其實講緊係嚇。咁由我開始識嘅時候，嗰個叫Houston 嗰個其實嗰陣時係八十幾歲嘅阿伯嚟嘅，其實嚇咁啊，跟住講緊咧就換咗幾個嘅咧，我發覺已經係咁。其實講緊只不過問題係聯儲局揾個人去放聲氣俾大家，咁就話俾大家聽，哦咁啊未來方面嚟講貨幣政策會轉變喎咁樣。咁其實除咗呢個維爾格日報之外咧，其實講緊咧聯儲局都會揾呢個嘅高盛嘅，有時都嚇咁。其實講緊高盛都有時會放風咁樣，甚至乎講緊咧2008年金融海嘯咧，講緊都係高盛賣股份俾巴菲特嘅。其實講緊高盛、巴菲特呢啲，其實講緊都好有一個嘅，即係指標作用嘅。其實呢啲好 iconic 嘅一啲嘅公司同埋一啲嘅人咁樣嚇。咁其實講緊佢哋有所行動嘅
其實都是一個可以的指標。所以美股方面來說，會不會即係減咗或者講緊係加息步伐慢翻啲，會不會對個股市有啲幫助咧？咁樣咁理論上嚟講，如果真係趁住年尾嘅時候炒住 EM Bali 嘅話，嗰陣趁住佢哋選舉前十一月八號選舉前要做啲粉飾窗櫥 window dressing 嘅嘢咧，可能嗰邊會稍為容易炒啲咯。其實港股今日方面嚟講跌成八百點，你見美期方面今日冇跌過嘅，其實嚇，只不過純粹就係叫做窄幅上落。佢升多啲嘅，其實啱啱開盤嘅時候咧，我見到升成0.5% 咁樣，咁但係嗰陣係即係港股跌到咁樣，咁佢咪變咗升得窄啲咯，0.12%咁，但係都叫唔跌先啦。其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，呢度都可以作為大家睇嘅參考，就係美國方面嚟講嗰個息口取態咯，暫時好似有少少想即係叫做冇以往咁。咁激進咁樣，咁其實都可以俾股市，如果又是超賣嘅環境咧，我嚟作為一個反彈藉口嘅。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氣餒，其實嗰陣就本身呢啲時間係應該做功課嘅。其實嚇平嘅時候唔做，唔通貴嘅時候做咩？係咪？咁所以其實嗰陣緊記，人生冇幾多紅市嘅，其實把握嚇就，但係唔係依刻，就係唔係呢刻出手啊！我強調翻嚇，講緊唔係呢刻出手，其實嚇出手嘅時候咧，阿 Cherry 會話俾你聽嘅，基本上嚇會揾嘉賓同你講嘅，其實講緊就嚇。咁所以變咗大家觀望等機會嚇。